耶稣，我嘛对耶和华求，我以愿意爱你着，就是一世人徛起耶和华厝，看耶稣跟笑脸，也等，就是请咱三个起立。咱来这俩祝祷圣经最大的信仰的歌，祝祷圣经，我心有悲，全力的悲，创造地的主宰，我心也受你的，上帝的使命。 耶稣，伊对世人受苦，对伊在受苦里也受死，伊温柔对咱个民来受苦，定时给死亡来做庇护。第三日对世人用过啊，就天，他这一转眼的上帝大殿，愿意下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是诚实，我信心，共同的教会。 向我上托，做下面，用祷告我，永远的话。阿门。就是请咱三个弟兄徛在同心安好来祈祷。昨日个天父上帝，咱愿敬人三个主席伫个宝座前，恳求圣神，只是甲阮同在，互阮会当专心专意来向你献上感谢的祭，因为阮知，伫阮生命中、阮生活中一切所有。 拢是对你来的，你是万物的源头，也是万生命的一切。拢是你所享受予阮的福分，阮的心也才要大声来讲哈利路亚。我也要用谦卑的心来到你的面前，献上认罪祭，因为阮知我靠的社会有真多价值观念的改变，也阮在家己生活中、工作中有真多试探，或者是压力，阮知阮的心软弱、摇动。 若是阮所行所做的一切，无合你的旨意，恳求你赦免阮，也重新赐予阮一颗清气的心，帮助阮用坚定的心持守你所教示阮的道理。面对着新的一年，我们同心为着阮的教会献上祈祷，帮助阮每个人愿意在教会发展中间拢献上家己的一份馈赠。 恳求你也帮助阮，会当予阮珍惜着你所享受予阮的一切资源，阮袂浪费使用。伫教会所有对外事工，也恳求你加添阮开朗，开宽阮的境界。啥时阵，也予阮会当看看重阮对来会友兄弟中间彼此的联络、彼此的连接、信仰的组成，予阮会当伫主内底真正成做一体，成做一家人。 只是阮恭敬将今仔日的礼拜交托伫你的手中，恳求你三加下阮同在，上时阵也大大的稳定。今仔日阮的达摩师所要讲的道理，愿阮每一个人都甲听会，平平得到利益。阮的感谢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。Amen.